这场你别说，其实我倒觉得姑妈运势可能带个徐若好一点，因为毕竟是红四方主播队太多刺客。哎呦，难道很凶啊，直接想把飞客给吓死，但是伤害不够。同时到二的皇子，哎，这个时候刚好蓝色方的沙米拉是没有两级的，是刚才还吃到了虚弱，小伞先意再接闪，现在没办法，那边沙米拉跟上一个普攻想去收掉，同时上路的金贡再次遭中，连续亮。杰克帮着智勋打飞客一套，但是刚才吃了一下防御塔的伤害啊，杰克这波也有点伤，豹女红 buff 先粘住智勋，没那么好跑啊，飞客直接跟闪现了，豹女也交闪，又是蓝。而飞客在中路建立的优势也帮助豹女在野区肆意的横行，抓到一波飞客的位置不好，看看能不能造成击杀，但是伤害又差了一点点，飞客回身一个普攻将其收掉。豹女虽然说一标空掉，但是打出了黑暗收割，扑过来有孤立，哎呀，但是自己豹女有奶啊。杰克开着扫描来上路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哎，这波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塔利斯一员似乎嗅到了危险，交闪。杰克摸了一个黑暗收割。有这一波皇子，说实话呀，你看皇子这个位置，导致豹女是丝毫不虚。皇子 EQ 接闪现，但是这是四级的皇子啊，塔利斯一员，我有三英战吕布，这是一个吕布赶着三个人跑，跑上引燃啊，最后是男刀将其收掉，但是杰克螳螂就没那么幸运了呀。小伞现在又是相同的英雄，相同英雄就是属于他只要比你领先一点点，哇哟，金贡击三，大鼠在旁边呢，捆住往后震，同时打开爆破果实，豹女 1v2v 不过，但是炸药包的飞客他来了呀，连续的两次瓦尔基里俯冲，导弹空了一个，没有办法去击杀杰克了。志勋啊，想找飞克，哎呦，但是伤害似乎还是不够啊。他太想杀飞客了，哇！而且豹女也在，哇的天，这是千里追杀呀！智勋从中路翻到了蓝 buff， 从蓝 buff 又翻到上路。沙米拉的对决，小伞还是不敌姑妈玉斯，现在中路就很难去对抗了，双方的等级差了三级。野区螳螂在没有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不好去击杀豹女，豹女被打了个闪，瓦尔基里俯冲跟上一个普攻将其收掉，螳螂拿到一个孤立无援的900块钱，这波能不能操作啊？可惜啊，这波杰克可惜差一点点可以一秀二的。孙悟跟过来，但皇子就在旁边，皇子大招好了，先 EQ， 大招都不用出，同时五级的大树也无济于事。哎呦，这波好家伙，这皇子
虽然说阿卡丽在原地发笑，但是他正好在原地发笑的过程中吃了豹女一镖啊。哦呦，但是经过阿叔闪现捆没问题，击杀了姑妈玉斯，姑妈玉斯超神过后的第一次阵亡。阿卡丽进攻一往无前，孙武挂得很漂亮，有机会留下这个皇子，但是豹女给他奶了一口呀，皇子 EQ 过强了，反倒现在被追击的是金贡了。哎呦，这一镖还是击中了，那没办法了，身上挂着豹女的标记，另一边小伞想反向走位再用一技能拉开身位，但是没办法呀，一元的伤害还是太高了，而且这几个人还在野区蹲起了人。哎呦，智勋进攻有机会，侠阵当中他非常灵活。哎呦，但是这个豹女又过强了，大树就是差这么一点点啊，就是捆不到他。T1 已经在红方的野区随意的走动，又是 EQ 加大招找金贡，皇子强行走上高地，一个标枪带走大树，上中两条兵线的汇聚。好家伙，这一杰斯的闪现平 A 加上皇子的一个旗子，两个人伤害算得刚刚好呀。哦，这个螳螂应该是出了暗行者之爪吧，刚才突然的一段位移拿下人头。姑妈玉斯没闪，浪过头了，但是 T1 显得对自己很有信心。经过一个人杀入战场，但是瞬间要被四个人所融化呀，那算是 T1 被直攻门牙塔，部队看看能不能出来打一波，瞄准了塔里斯一员，但是蓝色方的伤害太高了，未来守护者居然这第一时间没死，虽然说被第二时间赶过来的小伞给收掉，但是明星主播队也付出了团灭的代价。那十八分钟 T1 可以成功的将这场比赛给拿下。哦，还想再找金贡，金贡很生气啊，火箭腰带加上引燃飞克一下，被金贡一个 Q 技能收掉，让你们找我啊，让你们压我泉水的起身。金贡自己也被换掉，难道是刚才凭借着引燃加上流血的伤害是换掉了皇子，而未来守护者这可以，哎，又来个 TP。 好，这是来自于飞克，飞克这波的伤害很高，此前换掉了大树。进攻侠阵当中继续扭镖再扭，因为是三路告破，所以现在红四方只能在家里去防守，而 T1 也不需要等自己的队友全部复活啊，只要谁在谁就往红四方的主基地去跑，参与这个车轮战。现在红色方的高地俨然成为了一个座擂台啊，谁活着谁就在这里去打擂。
题外，很想在泉水当中把这个最后一名选手再击杀，但是没能成功。我们恭喜 T1 啊。